你把嗯，头靠好，在肩上。谁靠谁的？嗯，来，要求一下。这样是你靠我的，真的吗？那看粉丝怎么回，都可以。他们说都可以吗？都可以就不靠了哦。都可以就不靠了。不会。好，我们要小心喝泡澡。嗯。看这里吗？哦，先看这里一下吗？哎，算你要把眼睛拔下来。啊。我可以在镜头里面看到裸奔。瑞已经靠了，你来不及。对啊，换你了。哦，剧情下一集也会有一个有点类似靠肩的桥段。类似下一集。就是跟他弹钢琴。怎么样？为什么徐若瑄一脸爽样？眼镜眼镜。不好意思，我一直拍到我的灯。嗯啊。你坐高一点，好，我坐高一点。他今天说他很像那个小狗狗，或者是比起，他说他是大狼狗。我睡一下。你要是都很爱拍照呢。我是大野狼，是大狗狗。大狗狗啊！已经破5000了，你可以变大野狼啊？已经破5000了。哦，你不要再那边。